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阿三的厨房，咱们今天来做一个超好吃的魔芋巧克力麦粉蛋糕。 Ready, go! 准备好所有材料，先倒入糖和盐，小米，小米加叶制糖化开，糖和盐化开以后再加入我们的黑巧克力，搅拌至化开，搅匀之后再加入玉米油、蛋液，搅匀后再加入我们所有的粉类，搅匀，最后加入椰蓉，拌匀。拌好后就这样色了，倒进饼花袋里，放置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点表面装饰，称一点奶粉和可可粉，拌匀，拌好后再加入一点水，拌匀，拌好后就是这种大小不一的状态。我再切一点黑巧克力碎作为表面的装饰，放置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这种模具，还有这种一次性的底托，放进去，挤入面糊，挤一半的时候塞入两个巧克力片，再挤入剩下的面糊，挤完之后轻震两下，撒上我们刚才做好的酥粒，再撒上切好的巧克力碎，全部做好之后就放入烤箱，165度，中程，15分钟左右。Later， 香气扑鼻，让我来尝尝看。浓郁的巧克力配上脆脆的酥粒，还有丝韵的蛋糕，一个字，绝！有空记得试一下。关注我，咱们下期见。